哎，哦，窗外边有个奥巴马。Hello， 李斯的兄弟们，好久不见了，这是姚 Sir。今天咱们还整一个奥巴马视频。这个奥巴马可不是追人的奥巴马，这个是个国外一个人做出来一个恐怖独立小游戏。就是不要在凌晨三点看奥巴马。具体怎么样呢？咱们来看一下吧。可以看到这个封面，就是我们的奥巴马，非常的简明扼要。好，我们 New Game 开始。什么鬼？好的，这就是我们奥巴马在这儿床上。我也转不了啊。哎，哦，窗户外边有个奥巴马，看来看巴嘎的人必会被巴嘎看，嘿嘿嘿。问题是他在那个，哎，跑了，哎，哦，我们能动了。好，这是柜子。好，哦，这是能出去。没有手电，什么也没有。好的，这个是厨房、卫浴，哎，不对，洗碗池，这是啥？这是浴室吗？哦，这是浴室。问题是我什么也没有触发的反应，没有触发的道具，我现在是往去哪儿？好暗，有点看不清。嘿，逮锅！嘿，逮牢！这太暗了吧，大哥，你把光调亮一点，能死吗？我的发，这没反应，没啥，任何反应都没有。哎，怎么突然黑了？啊？咋就解决了？什么？我们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好嘞，刚刚那个实在是跳不过去，就算了，我直接给剪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刚刚是个结局二，剩下还有啥结局？刚刚那个结局二是逃跑。问题是你这太暗了，暗的跟狗一样，我啥也看不见你。哦，奥巴马在这敲门呢。那我知道，一会儿估计得碰上什么东西。问题是我为啥在这儿算逃跑结局呢？哦，这儿有门是吧？哎，不对，这是浴室。开门。哎。好吧，就是这个做的很简单，而且依然不吓人。好，这是姚 Sir。我们下期如果有别的小游戏，咱们继续一块玩吧。好，拜拜。